如果你喜欢刚刚那首歌的话，前面这边也有哦。然后刚刚的这个版本在上一张的单曲《太阳马戏团》里面有收录到，这张专辑里面收录的是另外一个 acoustic 的版本。好，接下来带我们下一首歌《Stop Shining》。